你好，我是醉，今天给他带来一场拳皇九八的实况解说。这一次是由赵四对战大口啊，来看大口开场就选出他的宇宙草，哎，脚跳一下，轻突眼向破盾房，对手又是一个影跳，看八神晃来晃去，直接一个跳中的杀出。赵四其实的技术也是非常猛的，葵花三世胜血不多，难道说大口的宇宙草就这样被废了？感觉他不会这么甘心呀。黄咬背刚，后面跟上一个跳 C， 但是又被一拳打飞，反身位过来就是头，轻手跳轻突眼。后面对手闪身，现在的情况之下，八神你看被这个草蹄步步紧逼，对这个草蹄也是有所畏惧，摔上一下，黄咬压制，轻腿蹲防都不上当，奈落还想破蹲防，但是对高手来说这种破蹲防套路没有什么用。哇，这手升龙骗的厉害了，黄咬算是结束了。现在来看第二局，这一局完全是用气场压倒八神。第二局看赵四他的颜值可吃有没有骚操作，后面跳上一个重腿前冲，重拳出一背刚，反过来一个黄咬升龙顶他一下。来看后面克里斯，哇，上就是头啊，刚塞地。这一局是打的一个气势场，跳轻腿闪身骗一手，这手并不上当。后面看克里斯，哇，又一个逆向，哇，逆向轻腿直接接必杀啊，有点东西。跳轻腿再连一个前斜重腿，没有多少血了。后面克里斯，哇，克里斯又想闪，但是依然被拿下。接着看第三局，还能不能凭借着一股气势直接穿三。我们来看赵四的大满欠身，跳上一下，连续跳中的多罗图大满跑抓，哎，再跳两点以后接升龙，后面再来一个青美压，奈落过去。来看大满缠脚，双手一推，后面跟上一个跳地，哎，跳 C 小跳，CD 一下，双方再次力回，晃过之后大满现在急需近身，但是就是抓不到机会，草丁跟他拉开一个安全身位，让他无法近身。奈落重锤轻轻手，后面要不要打一个逆向天地反来了？落地针，哎，落地抓，想抓，就是这个小跳，哇，下盘两点又给了一个无视，这一把真的要穿三了。后面独咬对手闪身，来看大门又是一个闪，轻腿结束。